中线，哇，给到曾祥军，被放投的情况下力道大，篮底下还有强上单手灌回去。看一下 Chris Johnson， 对他抢到球，你看他转身了以后，直接掩扣了 Aquino， 直接骑在上面，而且他是原地跳，哇哦！啊，可能到哪边可能都是自己的主场了。地板给球，又是 Michael Singer Harry 单手暴扣。来看一下刚刚这一球，哇，这球传得恰到好处，哇哦！平常也比较少看到在人堆之中辛特里的暴扣啊，被强森击到了。八分差，塞给禁区的强森，做一个传球假动作，个人秀一波，哇哦！现在看一下谢宗荣这一球，哦，利用昨天最后一个得分的球员，今天在第二节就开张了。所以你看，其实谢宗荣有先把人挡死，所以才有也有这个地板给球，周桂宇再交给篮下的队友，强森阴错阳差拿到球，怎么拿到的？球是不是背对篮筐啊？他都是在空中找篮筐哎，来看一下，你看他跳起来以后才找篮筐哎，哎呦，真的是马戏团表演啊！对啊，桂宇还打一个 pick and roll， 准备自己抛下篮筐，双手补扣的是曾祥军，酷帅高冷，塞瑟夫也坐不住了。哇，这个有做到他赛前说的，要让全场的球迷有这样子一个感觉灌篮的一个视觉效果。哇哦，他今年球技真的是太全面了，恐怖的曾祥军迫使工程师喊出暂停。